天一天想你，一点一滴终于爱你的心，扑通扑通扑通的感应，翻上脸颊的红晕，是我爱上你最好的证明。爱我一天一天想我，一点一滴终于爱我的心，扑通扑通扑通的感应，当时光慢慢过去，用回忆收集每一个可爱的你。脚好像被人体附着了，手机还没响好。那，谢谢。这不是电影里的公主抱吗？我们往天台上走走，说不定能有信号。庄木乐，嗯，我是不是很重啊？没事儿，只要我双手张开距离得当，受力均匀，同样是50公斤，抱人比抱米轻松多了。等一下，庄木乐，我发现你有超能力啊！什么？把天聊死了，放下。冯旭，啊，庄伯乐一直没回来，我还联系不上他。你大半夜联系那男人干嘛呀？我昨天跟他说了实验室的灵异事件，嗯，他特别感兴趣，不会真的去了吧？他肯定去图书馆了。你不用理他。对不起啊，我说错话了。你别生气啊！算了，要不咱们别往上走了，上面是几层呢？总共12层，每层18级，加在一起216级。我上来的时候算过了，其实如果算上体力消减的话，我们只要休息3次，就能到天台了。你是怎么算的这么精确的？因为数学就是很精确。每一步都是确定的。那你为什么喜欢数学啊？因为数学不会骗人，在数学的世界里，只有笨蛋，没有骗子。知道，未来伟大的科学家，数学家。米线儿，那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玄学的东西啊？我小时候没什么朋友，如果我有办法把幸运分给别人呢，他们得到了我的幸运和祝福，是不是就愿意和我做朋友呢？但是偶尔有一点点小失误就会拖累别人，这次也连累了你，不好意思啊。不，今天是我带你来的，所以算我连累你。咱们俩就不用推辞了吧。好漂亮，修个啥？干嘛？星儿这么晚还没回来，电话也不接啊。他昨天好像说和庄伯乐一起去实验室探险。探险？第一次这么仔细看他，
怎么还有点帅的样子？请你只是分配的好啊。慢慢的浮现，快落下的太阳，打光在了你的脸。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我们想的是哪样？行啊，庄伯乐，没想到你这平时看起来道貌岸然的，竟然这种人。我是哪种人？不是你想那样。有没有牵手？算有吧。有没有亲密接触？没有。背着算吗？有没有上下腿？这个真没有。这不科学。月黑风高，孤男寡女。如果什么都没发生的话，那就是庄伯乐有问题。庄伯乐他没问题。你怎么知道他没问题啊？啊？你对他没有一点感觉？没有。真的，一点都没有。嗯，感觉的话，你俩干嘛呢？哦，没干嘛。哎，小芷，你有没有觉得昨天晚上庄伯乐对他有企图啊？你拉倒吧，就庄伯乐那样，他有贼心都没贼的。我去洗澡了啊。嗯。那你有贼心没有？这个算贼心。这个是哪个呀？画个圆圈，再加个弧线，爱你的心慢慢的浮现。快落下的太阳打光在了你的脸，举着手眯着眼，看着你笑很甜。月光很浅，小鸟都安眠，时间快偷走了拥有你的地平线。弹着吉他瑞咪咪嗦为你唱着歌，又想起记录着我们短暂的快乐。哦哦哦哦，我在唱着歌，你抱着我睡着了，天快亮的时刻，呼吸声也靠近了，不敢拉近的体温，爱还没有